各位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住 TWICE 澳洲华人电台的节目，我是你的节目主持陈家辉。喂，今天很开心、啊、我们呢是有两位贵宾由香港远道而来的，也都是准备是参加、在 Burwood 市举行一个盛大的嘉年华会。我身边就有、两位袁伟豪先生还有是汤洛文小姐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，是是，大家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咧，今日有福啦。咁我希望咧，就藉住今日呢个访问嚟讲咧，亦都知道袁伟豪先生咧已经系第二次落嚟喎 ，Ben 系嘛？系啊，对上一次嚟已经系2016年啦，咁相隔咗都5、6年啦。咁其实今日啱啱落机啦，咁其实喺沿途嘅时间都好多回忆啊，慢慢睇翻起一啲风景啊，谂翻起自己究竟喺边度，即系去过边一度啦。咁嚟緊亦都知道將會去一個嘅嘉年華會，咁我都有啲印象啦，開始即係記得嗰個嘉年華會個情景啊，落地嘅時候有啲咩嘅活動啊、攤位啊，點樣去玩啊咁樣。咁啊，好開心可以再嚟到呢度啦，咁啊同大家都打個招呼先啦。係啦，咁啊好開心咧，就有兩位你係嚟到啦，就亦都係咧，就係、是、喺澳洲已經我哋政策轉咗啦，已經唔使隔離咯，即刻可以落嚟，即刻可以落地啦。咁另外一樣嘢咧，就係、是、我知道咧，袁偉豪嚟講咧，就亦都係拍過好多劇集啦。咁啊，係亦都係非常之受歡迎嘅。喺呢一度嚟講，好多傳媒朋友啊，或者好多聽眾朋友咧，都聽過兩位嘅名啦，亦都有追過你哋嘅劇集噶啦。咁所以我咧特別咧喺呢度咧就係、是。有個咁嘅機會啦，係訪問你哋兩位啦。好啦，而家想訪問一下湯洛文啦。咁啊，你第一次落嚟澳洲嘅啫喎，有咩感受呢？其實我因為好中意去旅行，澳洲咧其實係我未去過嘅地方，而係喺 top list 咧，我係諗住嚟緊去噶啦。點知疫情關係咧，就停咗飛3年喺香港，所以今次第一次飛翻咧，就飛去澳洲，係一個我未去過嘅地方，所以係好興奮啦。咁因為我自己本身咧又好中意即係啲都市生活，亦都好中意潛水嘅，所以澳洲係好啱我啦。因為佢有好多地方，即係 Queensland 又可以去潛水啦。咁悉尼就有啲都市地方行啊，又可以食海鮮啊，又係我最中意嘅嘢，所以今次都好興奮。係啊，你一定要去漁人碼頭食個 Rock Oyster 啊，呢個好出名嘅 Rock Oyster 啦。頭先仲有人講過，行程都非常之緊密嘅喺工作方面。咁啊，你有啲咩活動想參加㗎？因為咧，其實呢幾日咧係真係比較忙啦。咁好彩咧都因為本身我哋其中一除咗訪問之外咧，其他啲節目咧都有一個charity event 啦，明晚啦。就有一個盛大的籌款活動啦。咁我首先咧就係代表澳洲嘅市民多謝你哋先，因為有咗兩位喺度嚟講咧，籌款咧一定係可以圓滿成功啦。希望希望希望係。咁啊，亦都係睇下你有啲乜嘢同澳洲自己本身嘅電台嘅聽眾朋友啊，收音機嘅聽眾朋友講幾聲啦，係啦。Hello 啊，大家好啊，我係湯洛文啊。大家好啊，我係袁偉豪啊，係。咁啊，嗱，其實今日嚟講咧，就好多謝兩位咧，就接受我訪問啦。咁呢個節目嚟講咧，我係希望咧就係盡快可以播出，咁令到多啲嘅聽眾朋友聽到之後咧，當然啦，去 Burwood 捧你哋場啦，同埋同你影相握手嘅，係 OK。好啦，多謝曬咁多位，多謝你，拜拜，拜拜，希望一切順利，拜拜。